过了快谷很漂亮，人家说南横三山景色优美。现在南横最漂亮，目前看到最漂亮的地方了。过了快木谷吧，很多快木的样子，都是很大的，有蛮多登山客把车停在旁边，然后下去登山。虽然我不晓得登山客来哪。很多，因为它的路跟北横一样很小，所以要会车常常会被delay到时间。完美。如果是道路的话，就像北横。今天云不多，我觉得下午应该是蛮晴。这也是台二十线三。